一间珠宝公司就接获买家订单，要求用 18K 白金打造口罩，再镶上3600颗的白钻黑钻，这样一个口罩呢，要价台币4400多万，创下全球最贵的口罩纪录。仔细在口罩上镶上一颗颗布灵布灵钻石，超奢华口罩一个要价150万美元，大约台币4400多万。员工接获这笔大订单，制作过程小心再小心。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before. Setting this many diamonds is a little bit stressful. 奢华口罩请来以色列当地一间珠宝设计师设计，上头以 18K 白金打造而成，更镶上3600颗白钻及黑钻，更配有最高防护等级 N99 的过滤规格，兼具美感以及实用性。The first one, it must be N99 approved by the FDA and the European standards. The second condition was that it will be delivered before December 31st. 大手笔买下口罩的神秘买家身份也被起底，原来是一位住在美国的大陆商人。虽然受新冠肺炎影响，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不过却还是有很多富豪们愿意花大钱打造独一无二口罩防疫。在印度，一名男子也花了117000元台币打造全球独一无二黄金口罩，引发轰动。When and where?He is going to dispose the mask. 男子在口罩上打了许多小洞，让他可以呼吸自如。虽然口罩看起来金光闪闪，但他也坦言不确定到底这口罩能不能防疫，只能说炫富效果大于防疫实用性。记者张文综合报道。